你的报应来了。叮叮叮叮，今天很开心受邀参与一场慈善活动，为爱落法，用实际行动来支持癌症患者。真的要剪妹？真的，我帮你剪，走吧。大家一大清早就来到这边准备光头与美4.0癌症醒觉与募款活动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主办方邀请我们，我们只能用实际行动去做了。把我会帮沈晨剪头发了，师妹，怎么我不懂了？那美妈，你看这样发型，这就是专业了。哇呀！帅吗？大家你们觉得？帅，帅的扣一。我不要拍视频啊，我要去闭关修炼了。剪好了，感觉很凉啊。你的报应来了，不知道怎么我特别开心哦。三千烦恼丝 ，OK。锦锦锦锦 ，OK 啊，可以啊，对啊。哇，红。开始我剪男生，现在是男生剪猪八戒。猪八戒。明白，以前你剪印度店都是这样的吗？准白点。啊？哎，光头啊！好。OK。正在以癌症对抗的朋友们，你们并不孤单，我们与你同在。希望我们这个举动可以给你们带来小小的支持跟力量哦，马来西亚，不累不累。